了。哎，哎，哎，那个小女孩想抓吗？谁翻？又叫吧，一下他跳了，走。啊？这你都不抓，小女孩都不抓，想抓谁啊？妖逆天呐，逆袭啊！小脸都不抓，我去，快救命啊！要破枪了，飞轮啊，还跳吗？跳完反走一下，对准。那不是闪呢？不行，这点位肯定要给他抡一下来。他还马上跳过来了，急了急了，没跳过来，看红光。下板没得闪，弹吧，开始弹射吧，来了，看天上，直接下板吧，稳健一点啊，下板的话他必须踩，我还会绕，我不得了，逆袭啊，有东西的吧，不得了了，丢失视野啊，他肯定要跳了，丢失视野跳，好，别过来，能控我，然后立马交树叶，对准前，看前方，交完树叶看前方，保证你自己是往正往前走的。翻了，骗他，要学会骗他，走开呀，走开呀，你敢什么？你敢胜呢？要学会骗他闪现，他们有些捏的比较死，但他还是闪。哎呀，哎呦哇，哎呦哇，哎呦哇，不行了，哎呦哇，没道具了，光屁股了，没板了，也没弹射，什么都没了，我去，真好，我去，要翻车了吗？要 KS 翻车了吗？我去死了，能救下一下吗？一个树叶下来比较得靠飞人拖到这个20秒啊，我去要翻车了，救命啊救命啊，两台机，来个人救救我，要没了，要结束了，我去我去，好好好，我去，没关系啊，人救下来就好说，贴磨一下这个跳，骗他跳一下吧，这个里面能骗脑吗？骗，下板，聂西哥啊，都不中招了吗？骗一下，好，直接附身了，那感觉，你解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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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开吗？我们直接扣血了，开呀，开呀，半追了，开呀。没压好呢，88，你说嘛？你不说怎么知道嘛？OK。